我的道是什么？我以化星师之名起誓，待我肃清阁中之日，必将手刃养心师，将此命还云露。莫非是有浊气？走，吃饭呀，空空！啊！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我等了，我等了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好不容易要嫁出去了，为什么要让我遇见这种事啊？姑娘，姑娘，这生命诚可贵。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你们是谁啊？是不是我爹派你们来的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过来，我就真的跳下去死了。我真的不认识你爹，但你还是别跳了吧。啊，不是我爹呀，我就要死了，我爹还不派人来，我没有理由活下去了，我真的就去死。姑娘，没事吧？姑娘，不死了。晚上吹风感染了风寒，待会儿啊，我开几副药，喝个几天，应该就没事了。那为什么小女到现在还不醒啊？着凉了，再加上情绪大起大落，晕过去了。没用的东西。明明是大喜的日子，让你陪着小姐出嫁去，这下可好了，人没有嫁出去，还收到对方的退婚信，说我们误了吉时，现在这门亲事没了。你好好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今天我按照您的吩咐陪小姐出嫁。小姐怎么了？热死了，热死了！怎么了？快盖上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这时辰还没到呢。怎么个情况？这怎么都不动啊？小姐，今天是难得的好日子，所以看着迎亲的队伍特别多。前面还有好几位，盖上吧，应该快到了。小姐，前面还有好几位等着呢，所以快盖上。这也要排队啊？哎，快盖上，小姐，盖上！哎呀，快盖上！盖不盖上？不服！小姐，下轿啊！小姐，这不到哪儿？小姐，小姐，不能下轿啊！小姐，去哪儿啊？你个小姐，小姐去哪儿啊？小姐，小姐不能下轿的。小姐，小姐，这可……上仙见谅，小女子不知上仙法力如此高深，多有得罪。小女子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帮我找我的段郎？我帮你。第一，他身后有人帮他；第二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柳莺莺。我想到个办法，可以让段老爷去劝柳莺莺，也可以救出你掌柜的。什么办法？莺莺，当年我儿子成亲前和你一起共赴黄泉，他没有偷生。既然你们都找不到他，那就留下来陪我一起等他吧。
要死了，你何必这样呢？你当初和段子玉本来就是一场孽缘。又是你们坏我好事。